建国高架车祸，两货车撞分隔岛。这里有。台北市建国高架路段，昨天下午发生两辆货车擦撞事故，两车撞向中央分隔岛，占据高架桥上两线车道，驾驶受困车内，在警消协助下脱困，所幸没有人受伤。他闪车，他整个往我这边把我压在旁边走啊！啊，让我都没有办法跑啊！他是在我旁边的前面，叫我帮我压过来。他弄不来车，弄不来。压力抗议。车祸详细原因，警方将进一步调查。宋清文，小心驾驶，报道。